オペレーターモデルが通した。 優しい人になってほしいと 2B は言っていた。お前が 2B の言葉を語るな。
我就是说，这个简单的表达一下我的想法，就是我属实没有想到最后出来的那个机器人是地控，就是我不是是胸控，就是我们可爱的小胸控，我们可爱的欧豆豆，好吧？就我们可爱的欧豆豆，就是出来之后还在喊你讲，然后被打死了之后，出现了那么多小的欧豆豆，我当时把那个自动射击就是关了，我就希望就是不要打他了，但是最后没有想到你在飞机里面把他们全部打死了，就是说横尾太郎，我的狗命给你好吧，就是你直接杀了我好不好？你不要这样精神折磨我，哦，这个。这个游戏怎么是人做得出来的游戏啊？你跟宫崎英高跟你比起来，只是一个理工男，就是，哦，狗命给你好吧，不要这样虐我了，太虐了，我操，我操，我操，我眼泪都出来了。